唉，平时又要忙拍剧，又要忙直播，啲时间已经唔够用。不过冇嘢恐怖得过同仔仔一起做功课咯。What does this mean？ 吓？咁呢条咧 ？What does this even mean？ 啊，点算啊？哇！放心，今日已经预教团队啦。Elena， 我想问一下你啦，我个仔咧成日做功课都做唔掂，咁点算啊？其实佢学校咧做功课唔识做咧，主要因为学校啲嘢佢听唔明，而令到佢功课唔识做啦。咁所以我哋呢边其实就会将学校教过嘅嘢咧去教一次，咁佢嗰个概念清晰咗，啲嘢明多咗，其实翻到屋企咧自然会做得快，同埋做得啱，就慢慢会识做咯。咁你哋補習社嘅形式係點㗎？咁其實我哋係一個專業團隊嘅專科教學嘅，咁主要就係以理解同埋用清晰嘅拆題嘅方式，令到佢哋去明。咁所以佢哋喺考試上面掌握到呢種方法咧，同埋技巧咧，咁成績就會越嚟越好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咁我交個仔俾你啦。好啊，放心，冇問題，我哋會盡力嘅。好。咦 ，Stephen， 你唔系请同事去旅行嘅咩？做乜咁快翻嚟嘅？系啊，同同事去完日本餐店咧，即刻冲翻嚟香港，好挂住啲学生啊！哦，喂，呢排仔仔添啊！你睇下佢玩得几开心，就知佢咧跟你补习之后咧，哇，所有嘢都好咗好多啊，成绩仲突飞猛进添啊！哇，我而家咧真系放心晒啊！英语教育系家长信心嘅保证，